第二五二零170公分65公斤，穿的是 L 号的尺寸，它是一个没有领子的夹克，肩线吊，胸围8到10公分，宽松跟 oversize 的感觉有出来。那这个平口下摆有78公分，长度非常之长，可以用的风格上坐老坐旧或者是大地色系的风格，亚马凹豆 neutral 宽松的轮廓，干净利落的感觉，拿来做 city boy 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第二396170公分60公斤，穿的是一个 L 号的尺寸，这款也是非常宽，它的胸围在这快接近我的腰部了，肩线更吊，胸围超级吊，应该有15公分左右。下摆有做轮锁口，可是它是非常松的，它的 V-Link 就会影响到你里面的穿所露出的面积。以它宽松利落舒适面料的感觉，可以判定它可以做的偏往 City Boy 的方向。 JG237 啊，膝盖到进口地方有两个折扣，它是一个细节非常多的宽裤，它一样有开扣眼，那一样有裤耳，后半部全部松紧带，买你平常会穿的尺寸，它就是这么宽，风格都还是偏 Vintage 或者是说 Outdoor 亚马170公分60公斤，穿的是一个 M 号的尺寸。